据媒体报道，28日下午，王心凌在微博分享近照和日常，称自己到了新加坡就吃了大闸蟹，然而享受美食之后却要靠健身来还债。王心凌晒出的第一张照片中，她穿着抹胸格子上衣，小露香肩，倚着栏杆而站，女人味十足。第二张中，她盘起长发，穿着黑色运动背心，马甲线若隐若现，性感撩人。网友们也纷纷表示，工作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吃货林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